Hello，大家好。这几天比较忙，所以更新的比较少。然后今晚我们测一下，只剩是来救世的，还是来谈恋爱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然后这些牌，这一排是看是来救世的，这一排看是来谈恋爱的吗？好，然后先来看一下这个，好，这一排是啊，只剩是来救世的，还是谈恋爱的，对吧？来救世的吗？这个牌看出来就是宝剑元素比较多，哈。更倾向哈，就是说这个的话，宝剑哈，一般用在还是像在救世的比较多一点啊，然后纷争啊，因为这种打仗呐、啊，这种元素比较重一点啊，然后还有这种阴翳系啊，然后这个魔鬼这个节制牌，那么这个牌看下来哈，就是说只剩是来救世平衡哈。解救这个，人类被这个阴翳是控制在这个低维度的这个事情啊，是来做这样的事情来的啊。这个也像在就说阴翳是在控制人类让人类被限在低维度，有的高维来的也回不去所以话是想解救这个来众生为主，然后这里看到。也有平衡，就整个宇宙的能量是到发展的，现在是一种就是熵增的状态只有因为在低维度的阴翳室或者是还有整个宇宙吧，其实阴翳室过多，所以的话来节制，就是来平衡这个阴阳两种属性的能量，或者正邪这个邪的这一面偏多的这个能量来做一个平衡的，所以的话会做这个救世、清理、审判的这个事情所以的话，也是与这个整个的话就是末法末节的一个时代，所以的话更多的是倾向于救世救一些就是正义的、善良的这个一些人就是把阴翳室过多这些邪的意识给清理掉，所以会经历这种像宝剑六然后像宝剑四宝剑四、宝剑六的话。是一张就是说解决纷争的牌，他要一直在路上去走这个金线之路，然后日夜不停因为这张有张晚上的牌，那么他就一直在忙，然后一路解决这些意识，这张牌也代表晚上也是就是说解救，就是救光明出来这个解决意识过多的这个问题然后宝剑四也是。就时间也是挺这个紧，然后可能就是一直休息会再进行，休息会再进行，或者是边休息边战的这个样子 因为宝剑在旁边嘛，这个一直在身边，然后这些对吧？这个一直要做这些事情的，所以的话更多是来这个做一些清理呀、审判呀这些事情，就是来然后也不是说来谈恋爱的人家再高维也会有自己的家人，主要来的话也是为了做一个清理工作，所以的话，像这些牌都是看出来的话，有这个这个风元素，这个宝剑元素就是以救世为主，来平衡宇宙的两个能量的一个偏道的问题然后再看一下，所以的话这一排是看是来救世解决被控制的人类然后再看一下这一排是一个，是来谈恋爱的吗？其实的话，这个牌第一张出的就是这个钱币九，钱币九的话代表就是说这个人就一直很努力九的话也是代表单独独立的一个人，那么代表就是九号牌都是属于。单数嘛，那代表就是说，如果他这个正缘或者是这个对象，都是一种，就是说有个人成长，就个人成长发挥到很好的时候，有自己的一个成绩功绩，或者是硕果累累的之后，然后有自己的一个能力过后，那么才会可能有这个。恋人牌，小恋人牌，小恋人牌更多倾向于是一个合作的意思。合作的意思就是说两有这个正缘，会有正缘，但是第一是成长，是成长的
事业的，或者是他就金钱之路这些功绩是最主要的，因为是硕果累累嘛，就是他需要有成果了，这个是最主要的问题。啊，就是恋爱牌是排的最后的，所以好像是恋爱是最后一件事情。好，就是大家各方面都就是走金钱之路是救世主审判这个是最主要的。好，然后才是有一张这个两个人的一个合作，相互的一个支持，这个是恋人牌在这里的。牌就更像是一种合作的感觉，好也，所以的话，啊，当他们就是成长的一定有点成果的时候，他们也会遇见，然后两个人相互的，关心体贴对方呀，两个人的成长啊，然后也是能帮到对方一些的，因为圣杯二的话，对呀，这个在碰杯更像是一种就是，一起好好，做接下来的一个更多的一个金钱之后的事情啊。所以好，这个牌看出来就是，以救世为主，然后谈恋爱只是，就是会，也在故事里去了，就会在这个剧本里去了，也会有，毕竟是在本源的话，也是自己家人自己的一个，对象这个，对吧？所以话就是说，这两件事情也会有，但是个人成长，个人的。这个使命任务是最主要的，所以话，谈恋爱为辅，这种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那么，他这个缘分也只是说是自己原来的高维的这个，本来原来可能就是夫妻，所以的话也会才会在一起，再进行这个，再进行两个人相互协作，一起做这个，地球上这个银河系最后一个大同的一个清理。就是，就做最主要就是这些事情，最主要是个人的一个使命就是或者职位、子嗣跟子女有各自的事情然后可以相互合作一下，然后是这样的，那么使命第一，然后其他都是第二那么这个事情就说到这里不是为了谈恋爱为主的，我也不支持就天天人家发那些谈恋爱的，高维来的有几个是为了谈恋爱来的。好，都是来做自己的任务，做完任务跑人哈。那么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哈。玄幻小说求没信。